咁依家咧就越嚟越多人中意玩航拍機啦。咁雖然今日咧陰陰天有啲雨，但係咧我都會同大家試一下呢部 Parrot 新嘅 Amphi 嘅航拍機。佢都幾犀利嘅，因為咧佢又輕又細，同埋可以拍到 4K HDR 嘅影片。我哋一齊飛啊！Amphi 咧，其中嘅特點咧就係佢可以拍到 4K HDR 嘅影片啦。咁啊，冇記錯咧，呢部應該係第一部 consumer 級嘅航拍機咧，係可以拍到 HDR 影片嘅。咁咧，你可以留意一下佢另外有一個鏡頭呢個位咧，就係咧頂頭咧就冇蓋嘅喎。咁所以咧，佢係可以拍到咧180度由上至下都可以旋轉嘅畫面啦。咁仲有就係咧，機尾你會見到咧喺嚿電咧就會係用USB Type C。嘅插電嘅插頭嘅，咁咧亦都方便咗啦，因為你可以帶一條線，譬如話你用 Android 嘅新機咧，咁就一條線就可以用曬落兩部機嚟插電啦。好，咁呢部 Parrot 嘅 Amphi 航拍機有啲咩特點咧？咁其中之一咧就係佢個機身咧就比較輕巧同埋細部，咁你可以見到咧佢有一個咧好似蜻蜓咁樣嘅機身啦，你會見到，咁亦都咧好方便咧就可以接合嘅，只要基本上單手就已經可以接好同埋攞走啦，已經。